昨天，秀芳是在今天上午由台北到花莲来参观访问，跟她一起来的还有日本围棋六段早春胜二。中国围棋会花莲分会的会员在雅思都饭店特别举行了一项欢迎会，大家相互交换围棋的棋艺。花莲的围棋冠军高尔让和日本的围棋六段早春胜二，并且举行了一次友谊赛，由石田秀芳担任讲评。